这么操作还可以空中打人呢，但是不要慌，千万不要慌，跟着他跑。对，没人是吗？看周围，你看周围，怎么捡了牌了？我什么？绕一圈，好，哎，怎么没人呢？现在，咱们不要慌，咱们有空投的，队友在空中。有点不好，算是对了，对那里有人，对有那里有人，你怎么阻止不了他？有点延迟啊，什么情况？嗯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拉人出来了。你跑回去了，刚才你应该看了，拉人出来又跑到山坡上去。这个人呢？现在是蹲着。蹲个树桩，
哎，那个人还没出来。这叫飙车啊！这家伙的，嗯，那楼哥用车穿墙挂，你就开心了。没死。特别奇怪的事情，知道吗？就那人车爆了，然后那人从车里跑开了，没死，我也很奇怪。可能后面还有人吧，应该。先填包，三国都在这儿，先把你农民工的包给填了。90级学生，赶紧先进个圈。刚刚杀四号的那个人死了吗？没死吧，应该。这个灵敏度要调一下，不好打，不好转。还是两个人。还有两个人，这家伙看一下，小心金服，叫好，这东西，这怎么上去啊？这个可以，看到没，小伙们，学会了一招，这里可以上房子。今天知道，发现新 bug， 有可能许多人都知道了，但是我今天才知道。哒哒哒哒哒哒，这个包估计就是这样子。看到人了，有方向。255山上，跑下去了，跑下去了。科，好像是个科瓦尔吧。科瓦尔，就在这附近了。咦，我去！这把还不错，收了7个人头。下期再见，记得关注、点赞、分享、评论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